公众可以看到呢，一名骑士在山路弯道压车，没想到一个过弯险些撞上前方的机车，骑士要闪人，紧急右切，一路往右直接撞上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，骑士当场人车倒地。但你看一段当时画面。事发在新北市平林区北宜公路上，警方调查，当时19岁的罗姓女子骑着机车，没想到她速度过快，一个转弯撞上前方机车，之后重心不稳，一个右偏直接撞上一旁的汽车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黑色汽车被撞到整个钣金严重凹陷，就连后照镜也被撞断。女骑士因为腹部遭受撞击，身体不适送往医院治疗，好险没有生命危险。警方调查，女骑士没有酒驾，据详细事发原因还要进一步详细调查。